好，今晚是高雄大港开唱的首日，吸引不少人前往观赏，而压轴就是闪灵乐团。而无党籍立委林昶佐日前突然宣布，因为家人罹患了脑血管疾病，所以忍痛放弃了2024立委选战，也成为焦点。而今天呢，他就是以闪灵乐团的身份来出席大港开唱，来看看现场最新情形。要拼连任嘛，哦，所以该印的文宣呐，啊，哈，不止扇子哦，面子啦，袋子什么都有，大家还有那个印出来的看板，但是现在不挂了，整块的，大家一定要去挂。不过真的很感谢大家，特别突然的因素，所以本来准备要拼连任，但是遇到一些困难，啊，结果大家还是给我们鼓励，不只是给我们音乐这条路上面鼓励，还是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这条路上面，大家都给我们鼓励。真的是很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而林昶佐的妻子呢 ，Doris 呢，也以火辣造型来上台展现自己的好身材。而闪灵乐团相隔两年重返了大港开唱，不少歌迷一早就排队，也显示宝刀未老能力。